我是觉得说，因为从来都没有穿过雪师傅，然后跟着大甲妈祖这样绕境啊。然后我去年就是参加了大甲妈祖绕境之后，发现说，这可以做成一个入门题目。所以我觉得妈祖 festival 比较大，比较 professional， 很有兴趣。我台湾来的时候没有听过妈祖，知道吗？对。就现在我是中文一定要放刚刚的秘书先建议啊。听你朋友说过，我看过，我在台南的时候，没有，我在彰化的时候。彰化，是经过的时候有看到。我们要去参加妈祖绕境，赞。